主席、各委员，本委吴玉生、陈杰、陈秀清、郭竹春等19人，我们有鉴于报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要求国内电信业者调降费率，4月份起，包含中华电信在内等5家业者将有达6%的降幅，但却传出业者以改正免费通话时数等新资费的模式躲过降价，面对电业者公然违抗政府法令欺骗消费者的行径， NCC 身为电信业者主管机关，却无法精确掌握业者计费的方式，轻易让业者以取巧资费的方案回应降价要求，未严格替消费者荷包把关，民众无法感受政策降价的美意。行政院与 NCC 应该立即提出对策，贯彻行政命令，要求电信业者实质降价，以保障广大消费者权益，让民众确实感受政策的美意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